狗能吃山楂吗？白翔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消化系统外科疾病专科医生。狗狗是可以食用山楂的，山楂里面含有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 C、胡萝卜素等物质，可以达到降血脂、降血压的作用，同时也有助于健胃开脾，但是要注意适量喂食，不能一次性喂食过多，避免出现胃肠道问题。如果给比熊吃的山楂是商品山楂，比如山楂条、山楂片、山楂膏之类的，尽量少喂，因为这些商品山楂里面含有大量的糖分，长期饲喂会对它们消化道以及心脏带来负担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狗狗是不能吃洋葱的，因为洋葱内含有一种特殊物质正丙基二硫化物，这种物质会破坏狗狗体内的血红蛋白结构，引起狗狗贫血，并且在食入后2到3天发现红色尿。主人给狗狗喂食了洋葱，一定要及时催吐，如果已经出现症状，请及时就医。